given that the sum to infinity of GP 是 250, so S infinity 等于 250, R 是 0.8, 然后他现在要找他的 SN 超过 200, N 等于几？So 我的 A per 一减 0.8 等于 250, A 等于250乘 0.2, 然后它会变成50。50, 对。然后SN 是 A一减 0.8 power n over 一减 0.8 大过 200, A 是 50, 所以我的这一个一减 0.8 power n 大过200乘 0.2 除50 0.8, 一减 0.8 power n 大过 0.8, 然后 0.2 大过 0.8 power n, 然后我的 ln 0.2 大过 n ln 0.8, 这一个是 negative value, 所以我的 ln 0.8 0.2 除 ln 0.8 小过n, 弄 0.2 over 弄 0.8, 七点多。所以在这边我知道我的 n 会大过7.213, 那是等于八。So 我的 S 七呢，会是50，然后乘一减0.8 power 七，一减0.8。这一个是小过200，不可以。我的 S8 是上面这一个208大过200，可以。